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可以跟我一起做一个手工礼物。比如什么样子的东西呢？我是想做一个手工相框。因为我觉得这个相框它就是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礼物，而且它其中的照片也会记录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就是特别幸福的一个纪念品。赵晴，男嘉宾你好。哎，你好。我很赞同你这个点，我自己就是会在家里自己下捣鼓一些什么小蛋糕啊什么，我自己会查一些东西然后自己去做，虽然就是老是失败吧，但是我挺憧憬跟未来的另一半在过生日的时候一起做一个生日蛋糕这样。我对做饭也是特别感兴趣的，因为我在家也会研究做一些菜什么的，就像做这蛋糕，我们将来也就可以一起去做一个。哎，那还挺好的耶。人家说做手工，你说做蛋糕，烹饪和手工好像还不是一个领域啊。他们可以做手工蛋糕，自己 DIY。马一凡。男嘉宾你好，你是比较喜欢那种手工作品，但是我在生活中可能更加喜欢大型的拼图，你这种会比较喜欢吗？这种我也是有研究的，因为从小我就动手能力特别强，从小我爸妈就会给我买一些积木啊，像拼图这些东西，我都是很有兴趣的。好的，谢谢。